张家良竟然做出这款代志。其实讲吼，我和文玲做副总的，我是咧放棍掉落门啊，所以明仔无论如何，我来爱情死，你一定爱听我这阿兄。我今日来哦，是专工要向阿哥回事的。啊，着普信牧场的代志，我甲子婷着无处理好啊，对伊娘家就歹势呢。啊，而且迄天，阮子婷看起来好惨，就只是着回族气啊。回族气啊，你是唔通甲实在生气呢？回族啊，啊，啊，唔是有朱连志去旁来？哦，啊对啦，迄天气烧热吼。连志哦，退会啦！啊，是讲哦，文玲小姐哦，可能无够啦，欠一味啦，唔灵啦，唔免啦，哎啦，迄哑巴吃黄连哦，安尼较合味啊。惠珠姐，我是倒位认识你啊？哎呀，无啦，我来去捧黄连啦吼。啊，我讲唔对啦。是莲子汤啦，来坐啦。阿哥啊，你的脾气真的有够好，这会当和苏永玲哦，安尼硬嘴硬舌。为主个性较刁滴，阿哥对我真死忠，所以我们才放心把这个嫁予伊，改当作情人啊。阿平平是对弟辛苦变的情人，有的就是表面上看起来足斯文，阁有礼貌，阿背后要对我安怎？那才是我真正爱说你的。啊，我讲这话无别个意思，无针对象哦，你唔通误会呢。我知啦，阿哥，哎，多谢阿公爸讲了安怎哈？啊，我爸伊好无？啊，你家己爸爸状况安怎？你唔知哦？伊真好，伊阁讲起你。伊讲你接副总了后表现也袂歹，伊真放心。干嘛呢？你甲我好咯，先做摆亲身甲我讲，卡一个电话嘛好啊。你嘛知影，阮这种老钱呢，拢嘛认为讲是谁做了好是应该的。放心啦，伊真满意。董事会，你坐大位的机会真悬哦，阿哥。阮爸若是把这个当大交予我，我一定把伊拢带伫身躯边，请伊好好甲我斗相共。那呢，我伊拢真正好啊，拜托你安尼。爸绝对无可能讲交予你，伊放心这种话。我嘛是安尼感觉，所以阿哥讲。我坐总经理这位的机会相关，我真怀疑，敢会是爸超过放出来风声，搞了稀烂啊？不管安怎，加提防一下，总是有好无歹。而且咱这来的手内，除了你我，还佫孙董事、陈董事四张票，其实已经真稳啊。也毋过，若是咱佫摕到阿哥。对咱的支持，加一张票，咱就更加妥当。啊，不过咱之前甲阿哥有淡薄无爽快，而且今日魏主席对我态度真正足奇怪，一直对我大口斗舌，敢会是阿哥无要停咱啊？不管啦，阿哥一张票，咱绝对袂当放弃。你无啥物放弃？你爱想办法啊！你知阿哥想要见你什么人？一龙，你想要对一龙下手，敢未？为着要你做总经理，计划真久啊！我先出去先，等我有好消息。
我是什么代志啊呢？这么早就打电话啊？啊？你讲啥？有人甲你通报讲，有文贤出车祸现场的影片。哇！啊，这都天公伯啊，有咧倒下手啊！代志过这久啊，还阁有文贤发生车祸现场的影片，唔知伊有讲伊是啥人，啊有开什么条件啊无啦？讲伊只是路见不平，真想要亲手把影片交总裁，唔知总裁啥物时阵较方便？吼、哦，但是公司吼、哦。今仔日早起十点要开董事会啦，啊不然呢？无你拜托伊九点来公司。这影片若是真正会当证明出什么代志吼，我一定会重重甲答谢。多谢多谢，好，好，安尼我知。爸，爸，老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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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。爸，我听有咧讲电话，想较好你啊。哦，啊，一个真久无见面的老朋友啦。啊，恁食早起未？啊，啊未啦。哦，安尼做伙食，我叫阿托传。哦。爸，我甲你斗三工。阿托啊，迄个传我炒顿吼，面起啊，迄个豆腐啦。挂小官，在这时阵，戴雄造出什么影片啊？让你跪落失信失信，文贤骗友啊，到底跟我什么代志？你无交代清楚啊！我无我瞒你任何代志，我嘛无可能去伤害文贤一家伙啊！我讲过，迄个车祸是一个意外。再说一遍。到底搞什么代志？是我唔知影的。无，你相信我。我相信你有啥物路用？代表我相信你，代表你敢让我失望？而且，就算只有我相信有啥物路用？咱唔知影迄个人，伊的手头影片到底有啥物证据？只靠证据提出来，你是要安怎？我是要安怎？我都啥物拢无做，是要有啥物证据啊？文玲，迄个人一定是要骗爸的钱，你放心。那你先做你的事情。嘉良，我伫上帝面头前有讲过。我要跟你做伙落地噶，你也是唔肯相信我，你较会晓想的好无？文贤意外早就过去啊，到底是甚么人伫董事会进前要来骗钱？这人一定有甚么证据，要甲咱冤好斗？绝对无，因为我无做任何唔对的代志。你较认真诶，唔管迄个影片是虾米，咱绝对拢袂受到影响，嘛绝对袂当互影响着。我接著去开几通电话，只要咱确定孙董事因会过来，董事会咱过关，都无代志啊。总裁，之前你还收好总经理的电脑，这么遐档案总算拢救回来。哦，啊，伫倒位？是啊，我来，你慢开。
文黑。你也知天之灵，我咧甲爸爸保庇哦。行车记录器，跟我丈人的爆料仔都是你对无？我哪够别人拍到？恭喜你呢，你今嘛哦，真正变成网红啊！是讲你伫真紧张对无？今日当主会对我来讲真重要，你别甲我冲空。哪会阁想要威胁我？若是国家那边，我已经亲身向高志宏还有江秀莲忏悔啊，伊拢愿意放下恩怨哦。我参像你，伊唔敢和后一代排顶一代恩怨。就敢那你这种无天良的人，规天想要用别人过错来创敌人，阿唔得真够，你唔通袂记，阿个恁翁，阿个你的家庭，你都唔惊我去领导？凊彩。要算，就算较大个。卡起的电话，你们走去倒位？遐尼凶凶公公是要创啥？监视器呢？你个阿舅来家，想要创啥？我的丈人改用约九点伫公司见面，迄人是你对无？嘉阳。